不要追他，他不好杀。哎，你能打断他的呀？你往哪里 W 呢？你这。就是他这个英雄变完死哥被打死了之后，他会有死哥的被动啊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，烧吧！有的吗？那岂不是很爽？哎呦，真的是服了这狗巴塔。好受多了，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我想越了他，他并不好越，要光都没有啊！我在这里面找到了我的憎恨，更多火药，还行吧，应该。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当心炸药！怎么回事啊，你小子？我留了 W 的，你吞我也没用了。死亡把我吐了。我三烈火，一个烈火213，一个点燃210，我这波就等于我打了三个点燃的伤害。他顶拔。Shut down！ 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不加全够的，残血。
跳舞解散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good good， 这波阿牛来的真是好时机。更多火药，还是会变得更强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小孩子的勇气。吃，我要你吃，吃，我直接打不了。吞好了，哼，妈的离谱啊！卡个视野，一次转身。哎呀，我 W 没好，没办法。哎，他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他跑了呀！我把他们野怪给你吃完。让子弹飞一回。哎，我的没反应过来，我观看队友信号去了。我的忍你很久了，让你他妈不来抓我，你为什么不来抓我？是不是看不起我？以后多点抓我，懂？这死哥也算小戴吗？他在上路被我秀麻了，还小戴。有狗，有狗！我吃个红不过分吧？不是啊，收集者不死，船长很难上场。就这版本，船长是很强，但是收集者不死的话。背后怎么有人呢？这四维四，四维四就杀三个，也好意思说？当心炸药桶！烧吧！看死哥呀！你们打，你们打。
嗨，夏娜什么鬼呀、啊？哎呦，一会儿不能直接 Q 他的，就直接用桶子炸他。爆破！我有青羽一桶，这死哥其实也要死，那加纳复活了，算了。死光了，这么狠吗？我操！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。老子不活了。找死你小子，区区小号毛还敢在那 QQQ， 我才是第一 QGC。 谢啊，能开我很恶心。啊，为什么不爆呀？爆的，为什么不爆哎？好恶心，你给老子死行吗？傻逼装备。他不来呢，服了。你能让别人不能，你得想想优势是谁打的。我自己打的江山，我装两波逼怎么了？我打的江山，你凭什么装逼啊？你懂不懂啊你？你要是说能打出优势，你想怎么装都行。那别人打的优势哦，你来装逼，那我呢？逼都给你装了，那我呢？当心炸药桶，又一个。